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一个使徒的身份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如果在五旬职事当中，就好像这里所说，这个使徒他的才德程度是远超过所有其他职事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就是一个使徒他本身可以说是几拼搏，即系你会睇到保罗咧，佢由即将棒啊，知道去做讲道啊，知道去做差传啊，佢都一脚踢做晒，系咪？搞教会啊，搞聚会啊，分享啊，即系全部佢一脚踢做晒嘅。但系佢就喺嗰个时代当中就建立咗教会，而最重要就系因为佢能够咧全面嘅理解嗰个时代当中教会嘅结构咧，佢写嘅书信先至有呢啲嘅价值。如果你试下搵喺教会当中做厨房嘅，可能写咗个书信，你信唔信得过？明啊？他就是讲俾你听，每一次麦饼嘅时候要煮啲咩嘢，因为次次麦饼都系佢哋嘅聚餐嚟噶嘛。咁脚仔软喎，你咁搞教会啊，明唔明啊？但系问题呢个使徒咧，佢系全面性去做啊，佢就会知道成间教会当中所兼顾嘅所有嘢，而去成为一个榜样咧。佢写出嚟嘅书信就成为历代历世教会界嘅一个嘅参考啦，就成为新约好多书卷当中咧，可以话咧，单佢一个啊所写嘅著作系超越过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嘅，即系嗰个写作量啊，关于新约被神认可嘅程度，就是因为佢系使徒，所以你会睇到无论对比新约旧约，无论神所用嘅任何一个人，点解写作最多反而系一个使徒呢？咁你就会明白啦。因为就算旧约啊，有大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啊，但系问题都系写一卷起两卷纸咁嘅啫，系咪？但系问题保罗咧就唔同嘅，你会睇到写几多啊？系咪？呢个就系一个。不同的地方啦，就是因为事实上这个就比我们看到五旬职事另外四个职事呢都是一段段的，就是对他们的小判头工作呢他们能够理解，一个对根基理解，一个可能对消防条例理解，一个可能对去扎铁啊、落石屎啊理解，有些是对装修理解，有些是对水电工程理解，但是问题唯独使徒是全面的了解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最多关于新约教会的结构呢，全面的结构啊，即是由里里外外，他在里面应该有家庭气氛，对外的时候有战场气氛，都是保罗写出来的。你知不知道讲关于真战啊、全副军装是谁写出来的？讲到关于家庭啊，我们是成为一个身体啊，我们八字各按其职啊，我们所讲的关于在家庭里面父母要怎样对儿女啊，儿女怎样孝顺父母，谁写出来的？是保罗写出来的、哦、你知不知道啊？他是全面了解整个教会的所有结构。这个示范给你看，他跟所有在、旧约、啊、新约、啊、所有作者都可以说绝对不同，就是他一个最他自己都称自己呢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自己都称自己是 master builder， 你明不明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比我们更加清楚知道呢、一个使徒他的全面性，他的策略性，他对全件事都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是安心地将那个时段，因为我们知道二千年前有二千年前的那个时段，五百年前有五百年前的那个时段，现在是他的时段，神是能够放心交给那个使徒去建立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榜样，而其他教会他们效法是有机会成为这个辛苦的一部分。你不效法，明白吗？你自己放弃个机会，打从一开始神的信仰就是这么宝贵的，你不珍惜的话就不会交在你手里面，即是神都讲啊，唔可以将珍珠掉喺猪面前噶嘛，系咪？嗱，所以变咗你会睇到，从呢个概念咧，我就相信你明白咧。嚟紧嘅日子当中，我尝试喺呢个灾在当中同大家分析，你点样学习做一个使徒咧？喺你自己嘅身份当中，点样培养咗呢一个特质咧？啊，因为而家你会睇到，真系可以话功夫唔嫌多嘅，啲使徒嚟讲系即系落手落脚乜都做晒嘅，即系你能够喺我自己灾在嘅时候，你会听到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无论做清洁啊、搬啊、装修啊、教音响啊、搬凳啊、买凳啊，我哋临年全间教会的第一个奉献箱都是我拿一个嗰啲纸箱去包花纸，然后在上面写字啊咁样啊。咁事实上我在很多嘅即系开始石安之前啊，帮很多其他教会咧，其实就是在帮佢哋喺奉献箱写字嘛，吓写住奉献箱三个字咁，帮佢哋整个箱啊，或者系买的。买个木箱，现成的木箱回来帮他们做啊，这样的嘛。所有这些是我跟的、即是全部是我开始的。但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如我所说，一个的大工程师呢，
佢将来能够判到一啲好庞大嘅工作之前咧，佢越系咁嘅话咧，佢越对每一个细节都认识嘅吓。因为你唔认识嘅话，你根本就冇办法监管啊，你完全冇办法监管啊。佢做咗出嚟嘅时候，甚至最大问题就系话咧，最尾你要追究责任嘅时候，一定最大个责任嗰个就系个监管者，绝对唔系单单咧做嗰、那个吓、啊。因为有阵时佢赖得到啊，推得到啊。当然如果打长短桩嗰啲有得赖啦，有得有话佢嘅责任啦。但系人哋一执笠，咁你就收工噶啦吓，所有责任去晒你嘅身上噶。因为始终最尾都要揾一个咧去承担晒所有责任噶嘛。咁所以变咗啊，而家你就理解啦，即系当一个嘅使徒。即系当佢成长嘅时候咧，你有两方面从佢身上学到嘅，一方面咧就学到佢咧教你点样建立教会，但个标准真系低得好紧要嘅，即系教你点样参与教会。另一个标准就高到好紧要咧，系天方夜谭。你发觉咧，你真系唔想听嘅，就系咩啊？就系呢个使徒自己嘅心路历程，就系佢其实系俾咩标准自己去行佢自己嗰条天路咧。就算透露出嚟啊，都基本吓死一半嘅基督徒啊，现成啊，即系吓。吓佢信仰上即刻死嘅，好多时候，因为佢哋冇办法相信咧，一个使徒其实系俾几大代价咧，个个都好似小判头咁样吓，即系做一小部分嘅工作啊，就要得利益、得奖赏啊，然后自怨自艾啊、自吹自擂啊，乜都齐。但系一个使徒咧，要做晒所有呢啲工作咧，然后仲要喺神嘅面前谦谦卑卑咧，先至系疯狂啊嘛！你知唔知道？所以你睇到当时保罗系咪显示佢系一个咁嘅人？佢系一个咁人，而事实上咧，你会睇到咧，保罗有好多嘅书信咧，系讲关于咧教即系呢一个我哋讲啊，提摩太应该点点点啊，应该点建立教会啊，应该点对老年人啊，应该点对执事啊，喺教会当中点选立呢啲嘅长老啊。但系亦有啲地方咧，保罗写自己嘅心路历程。哇！你如果睇翻嗰度咧，你真系脚仔软嘅。你知唔知道？就好似而家喺呢度就咁讲，佢自己系一个嘅聪明嘅工头。都你真系理解佢讲紧嘅嘢咧，你都真系脚仔软嘅吓。你哋个个喺上面谨慎去建造你自己嗰部分小判头嗰部分，但系佢咧就系、是、一个监管嘅监工吓，佢、就系成个嘅建筑物结构里边嘅真真正正最尾负责任嘅人。所以你能够想象神如果唔让呢一个嘅使徒咧，佢喺呢啲咁根基嘅工作上面做过咧，担任过咧，而并且做得满意嘅话咧。神唔会恩高佢成为使徒噶，吓、啊。而事实上咧，好多时咧，呢啲满意系嚟自咧逼上梁山嘅。所以变咗喺我侍奉咁多年当中，我都讲过唔少次数，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咧，我自己嘅侍奉系逼上梁山，吓、啊。箴言第31章第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天父爱多感谢无尽万言，念无限感恩充满心里面，寻着上帝永恒道理，常欢欣喜笑唱诗篇。天父爱多生命如乐情牵，不管有百千万变，仍尽力赞美永跟主往前，心兴奋过每天。神真爱共我相牵，恩惠接续年年，无尽爱意如红日照遍，高山慨叹让我舒展。神真爱如微雨洒遍，恩惠似日影天天可见，又像活全日每般诚厚爱，每天温馨眷恋。